你们有听过实木百叶窗吗？或许有些人对它很熟悉，但有些人可能还不太了解。今天我会带大家来认识它，并且分享我如何选择它来让我的卧室焕然一新。搬进新家本来是件开心的事情，但偏偏主卧室的窗户却让我开心不起来。前屋主留下的老旧罗马帘不仅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更散发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。相信各位朋友也有人遇过类似的情况吧。为了改善这个状况，我开始寻找新的窗帘。寻寻觅觅中，我遇到了 Coco Home 宅家居，韩国进口的实木百叶窗，也开启了我与质感居家的大门。你可能会问，市面上的窗帘百百种，为什么我偏偏选择了木质百叶窗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完美结合了质感与功能。不同于冰冷的塑胶或金属材质，温润的实木百叶窗为空间注入了一丝温暖，就像冬日里的暖阳，让人感到舒适放松。除了对 Coco Home 窗帘风格的偏爱外，更重要的是它独特的优点，可以自由调整叶片角度，轻松控制室内光线。无论是阳光洒落的午后，还是想要营造浪漫的夜晚，都能满足我的需求。简约利落的线条搭配温润的木质纹理，瞬间提升居家质感，让家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设计感呢。Coco Home 的实木百叶窗选用优质木材，在经过特殊处理后，不仅保留了木材自然的纹理和质感，更提升了耐用度，不用担心受潮变形或褪色，可以用得很久很久哦。Coco Home 提供了多种风格的百叶窗系列，例如充满自然气息的大地原野系列，每个系列都各有特色，能够满足不同居家风格的需求。不确定的话，也可以询问官方小帮手来协助搭配，也可以跟他们索取样品，他们会寄到家里，完全不用钱哦。虽然提供了详细的 DIY 安装指南，但如果担心自己安装不好，也可以选择他们的专业安装服务。安装的师傅非常专业细心，整个过程非常有效率，耗费不用半个小时。安装完成后，我只能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。原本昏暗的房间瞬间变得明亮宽敞，实木百叶窗为整个空间添增了无与伦比的质感啊。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，而窗户则是家与外界沟通的桥梁。选择一个好的窗帘，不仅能够改善居家环境，更能提升生活品质。 Coco Home 的实木百叶窗为我的家添增了温暖与品味，相信也能为你的家带来惊喜。以上分享给大家咯。